喜欢我影片的朋友，记得订阅、开铃铛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哟。一盘是切开的切面，你看这是熟的，超漂亮的，我全部把它吃完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丁丁，今天呢，我要来挑战六公斤的和牛。去年2017五月的时候，我有来挑战三公斤的和牛，然后38分钟内吃完就可以免费。打破当时的记录就可以拿到3000的奖金。我今天是要来打破自己的记录，24分钟吃完就可以得到奖金。而且今天不止挑战3公斤，是要挑战2块肉6公斤，总共要挑战6公斤。究竟能不能挑战成功，我们就看下去吧。把那一盘肉再切好，不够。你过来，那个不够你吃了。好。我烤的速度不够你吃。你看。一盘是切开的切面，你看这是熟的，超漂亮的，我全部把它吃完。送我。那我们开始喽。好。你们看，烤好的牛肉，吃起来超嫩的，超好吃的，油花吃起来很均匀，咬开都有嘴巴都有肉汁，牛肉肉汁的甜。都锁在里面，嘴巴都是和牛的香气。我们来沾海盐吃看看吧。我觉得吃原味，你就吃得到牛肉肉汁的香气，加一点盐就会更提出它牛肉的肉汁的甜。看，超多和牛，超好吃。觉得和牛吃起来就是不一样，哎，比牛排嫩很多，没有什么筋，然后超好咬，然后肉汁比牛排香很多，非常好吃。我刚才就在算大概几块肉，所以后面还有15片，它所以就是这边就是一块。好，好，现在注意一下。第一盘最后一块，我们吃完第一盘了，一公斤吃完了。我们继续来吃第二盘一公斤的，我们来加一些海盐。这样有没有很像主厨 chef 的感觉？可以啊。第二盘。啊？24分钟哎。大家有觉得我吃很快吗？不要怀疑，这不是加速，这是正常的速度。现在过了12分钟，距离我的记录已经过了一半了。我的记录是24分钟，现在已经过了12分钟了。
盘吃完了，两公斤吃完了。干嘛？算了吗？你很惊讶。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也很会吃，我觉得你也可以来挑战，38分钟内吃完就可以免费哦。啊？不要问。我们来蘸酱油吃看看。这是水果酱油，甜而不腻。水果酱油，然后有一点吃起来甜甜的，有水果的风味。我觉得这酱油水果风味吃起来超解腻的。最后一块，好，第三盘最后一块，三公斤吃完。第一块三公斤，23分钟吃完，打破自己的记录，还要挑战第二块，吃完三公斤还要再吃三公斤。
最后一块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！58分52秒09，太强了。6公斤的和牛全部吃完了。第一块3公斤的和牛用了22分钟，第二块的和牛用了35分钟，2块3公斤的和牛总共6公斤，用了58分钟，58分钟52秒吃完。1个小时内，60分钟内。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吃得完3公斤的和牛，你就可以来挑战，然后38分钟内你吃完就可以免费。如果你打败我的记录，你就可以拿到3000的奖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、按赞、分享。如果想看我吃什么东西，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。如果想知道我更多资讯的朋友，可以搜寻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大胃王丁丁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所以要录那个吗？对啊，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挑战成功的奖金5000。